刚军说的那个什么天哪，
我舍身入卵，为了什么？你不屑我倒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，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 直接去了，是我上了那老道士的当，刚才的毒斗，不住手，想知如何克那魔君，就与我堂堂正正打一场。
身，是昆山壮士。与你报仇，只能在此呼告几声。我那个过山的好心人，替我寻回你的尸首。小师傅，妾身失仪了。我本是个魏王人，来此祭悼亡夫，你莫怪罪。我与夫君本住在山顶的庄子里，忽地一日不知哪处杀来的庄子里人死的死。我原想回那庄子里，可那伙虫妖中有个领头的，他的刀马毒甚是厉害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，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
上了，不妨入下了随俗。此等隐蔽之处，许久未见过生人了。小居士，你尖嘴缩腮，肌瘦面黄，一副痨病鬼模样，莫不是也中了虫毒？这谷内生有一种异虫，名禽狼，生食其卵，可功力大增。只是那幼虫一旦孵化，便将五脏六腑啃食殆尽，空留一具不死的躯壳。我这些师兄师弟个个都不信邪，贪功冒进，见着便吃，如今多半药事无一了。小居士，你若有心，便带我了结他们，同门一场，我下不去手。
宝地容不下可恨。他们的尸身内或还存有完好的心卵，顺道寻来给我，我也好找出破解之法。
长。进招。